吃饭，清蒸锅。下饭菜萝卜干。老米粉。吃饭，吃了糯米笋炒五花肉。
这个糯米笋都是给我们选用的那个嫩笋尖，这个纯属酸辣粉，它是里面带的这个酒鬼花生，这是一份的量，你们想要量大多一点，想要量大一点就多泡一会儿。
喝了点水。配点小稀饭，配肉，今天吃的南瓜稀饭，配两个小饼。